Gao. 我今年11岁，住在加州的 Rockland。我喜欢弹钢琴、拉小提琴、打棒球。我最喜欢的科目是阅读、数学和科学。我对海洋生物学和天文学也特别感兴趣。我还会做几道中国菜。我现在在 Sunset Ranch 小学上6年级。我的家人有妈妈、爸爸和妹妹。我住在一个建有游泳池的社区。社区对面就是一个公园，建有4个棒球场。我经常来这里练习打棒球。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Sacramento。Sacramento 建于1850年。位于 American River 和 Sacramento River 的交汇处。 Sacramento 是加州的首府，有50多万人口。 Sacramento 地区教育资源丰富，有2所主要的公立大学， Sacramento 州立大学和加州大学 Davis 分校。Sacramento 还有众多的私立院校、社区大学和职业学院。Sacramento 夏天炎热干燥，冬天温和湿润。Sacramento 的象征之一是加州议会大厦。议会大厦始建于1860年，1874年完工。议会大厦由花岗岩建成，高247英尺，一共有6层。这座建筑既是一座博物馆，也是加州政府所在地。 Sacramento 的另一个地标是 Tower Bridge。 Tower Bridge 高161英尺，长737英尺，宽52英尺，始建于1934年7月20日，于1935年12月15日完工。Tower Bridge 是一座垂直升降桥，横跨在 Sacramento River 上。这座桥是由花岗岩、钢材和混凝土建成的。当时花费了94万4千美元，大约相当于今天的1800万美元。Sacramento 有2条著名的河流， American River 和 Sacramento River。 American River 全长119英里，流量为每秒3685立方英尺。American River 有3个源头，分别是 Folsom Lake、 南支流和北支流。最后 American River 流入 Sacramento River， 就是在 American River 的南支流上，于1848年1月24日发现了黄金，引发了后来的淘金热。Sacramento River 全长447英里，是加州最长的河流，流量为每秒23490立方英尺。 Sacramento River 发源于 Klamath 山脉，
最后注入 Susan 海湾。欢迎大家到美丽的 Sacramento 参观旅游。